这个新来的有点不合群啊。哼，待会儿集团董事要来视察，整整他。这样，我这儿。董事长好。这是谁干的？是他。餐厅卫生都是早晨搞，清早我也不在场证明。切，谁信呢？早上多亏你救了我狗狗的命啊！董事长，这也是他干的。这你怎么解释？上午我也有不在场证明啊。原来你就是救了我儿子的恩人。什么？那这你怎么解释？你我还可以证明。让你抢我生意，等我把这下到你们菜里，就等着给我关门倒闭。你救了我的店，甚至拯救了世界，我啥也别说了，你以后是店长了啊！还敢污蔑好人？